内地女星杨梦杨因出演《丑女无敌》而被公众熟知，网友最近爆料杨梦杨整容整得太夸张了，现在的她大鼻子和当初的她完全不一样，从她自己的自拍照片也能看得出来，她确定变脸了，新的脸次郎应邀高丽露。2008年因出演《丑女无敌》而被公众熟知，2009年参加了浙江卫视《爽食人天下》节目的录制，2011年参演年代大戏《如意》，2012年与张艺欢、翁卓主演等主演上位，饰演乔姿一角。其实他的演艺经历还是非常的丰富，不少人应该都看过他演的戏，但是对他却没有印象。出道这么多年，没有印象的唯一原因就是整容。其实对比他之前的照片，就能够看得出来的梦男还是整过容的，所以很多观众对他的辨识度不是很高，也很难记住他。虽然一直没有在大众的面前出现，但是王梦兰还在演戏，饰演《某色倾国将军请上榻》这部网剧的女主。虽然是女主，但没有人知道也是八八。如今的王梦兰虽然有很多黑粉，但是会拍摄一些视频增加了大家对她的关注度，可能会为她的名气起到有力的帮助。希望她可以乐观地看待这件事情，也希望她能继续坚持自我，保持初心，好好把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走好。有什么想说的留言关注小编，每天都有新鲜的资讯。